其实有些时候想多了，反而就会有问题。我其实对他的自信比他自己对自己的自信还要自信。对。丁一来了，来，现在准备。5 4 3 2 1，加油！1，走。夏宏互联网电视为歌手加油倒计时开始。天赐有机经典新升级，欢迎大家来到由污染无添加获得原产地保护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的歌手，我是音乐合伙人维嘉，欢迎各位。今天是我们歌手第六场的竞演，这一季歌手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每一场都有人离开，所以歌手们来不得丝毫的怠慢，那包括在场的各位一样，接到歌手的邀请来到现场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事情，包括在外面排队安检分组进场，这么折腾你们烦吗？没错，就是我们这一季歌手的主题，音乐不烦。好了，今天我的歌手抽签的时候抽到了第一号，第一棒，400米跑第一棒。他经常在抽签的时候说，嘉哥我抽几就唱第几。好了，他抽了第一个出场，我希望他唱第一。哇，这个好玩。耶！哎，这个好玩，这个衣服。掌声有请张杰带来《哥哥》。哥哥。今天他穿得很休闲的。从小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你是歌，我是笔。歌，你总是那样艳丽，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在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哥，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
兄弟的心。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哥，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有哥哥吗？有。你有哥哥？有哥哥。听这个歌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听得出其实很难唱。嗯。真假换就换谢谢老师们，还有那些很高的那些音，他都唱得很顺的顺。第一个。紧张吗？还好。好像没有特别紧张，但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把大家第一时间的情绪抓住，这个很难的，对，对吧？大家好，我是音乐合伙人季梦佳。说起民谣呢，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那就是我有故事和酒，你会不会跟我走？我们家这位歌手呢，在这个舞台上唱过《成都》和《理想》，那可是满满的故事和酒。让我们掌声有请返场歌手赵雷，我们带来这首《30岁的女人》。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30岁之前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时光作证，忙里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我听到孤单的跟鞋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前，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溜走。啦啦滴答答答啦答答答答啊啦滴答答答答啊啦。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寒冬后，炎夏前，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流走。最美的遗留着。
谢谢大家啊。这口琴老师好厉害啊，厉害，他软团队很强。谢谢大家，掌声再次送给赵雷，谢谢他带来这一首《30岁的女人》。